将新配设计师以活泼童趣设计与会装点五十坪安心班，提供孩子一处多元安全快乐共学共乐无压的课后体验天地。入口大厅与整面黑板墙供孩子挥洒创意，并借由低柜台设计拉近学生、家长以及老师之间距离。教室以活动隔板作为区隔，让教室活用性与自然采光优势最大化，成就学龄孩童一个舒适自在学习场域。开放式图书室柜体皆以房屋面貌规划，赋予空间创意活泼气息。天花则运用绿植印象，让自然氛围伴随孩子们的学习时光。江新佩设计师重视自然通风与采光，将原有空间优势保留，并跳脱客服班既定印象，给孩子们健康开阔的学习环境。